我想问一下，那个你们有推出一个 Fintech 的一个处理器，那个、yeah. 那个也算是那个 GPU 那些就是东西集在一起的。对，那个可以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那个东西吗？对，行，那我想这次我们在展厅上主要是这个演示了我们的8580 FDSOI 这样的一个技术。对，那么实际上这是我们第一次实现了双核，那么实现了3个 GHz， 那么实际上这已经把这个 CPU 这样的作为 PC 端的这个 CPU 的这种性能已经带到了这个 mobile 这个时代。所以这样来讲呢，我想我们已经率先实现了双核，采用 FDSOI 就双核的这个3个 GHz， 那么这样的 FDSOI 这个技术。那么当然这个不仅我们实现高性能，让我们在低功耗方面，那么它在0.6伏的这个节电压的时候，那么能够实现双核1个 GHz 的运作，那么这样在低功耗这块，那么我们的 FDSOI 技术也有很显著的优势。我想这是你刚才谈到的，我们 FDSOI 包括高性能双核3个 GHz， 然后在低电压的时候，那么来讲呢，这样的话实现双核1个 GHz， 这是我们目前这次主要展示的一个亮点。对对，另外你们还有一个是那个 FDD 跟 LTE 的一个，顺便还有 GPS 手机的那些，那个放上如何？因为那现在推出那种技术的东西不多，比如说在中国区，特别是在 TD 这方面，你们要什么计划这样子？对，实际上我们推出了我们的最新的7450的这样一个 modern 的调制解调器的方案，那么它支持5模，支持大概比如说 LTFDD、LTTDD、TDCMA、WebCMA， 包括 GSM 5模，当然更多支持中国移动，包括10频段和12频段，甚至更多频段的扩展。那么这是我们这次哈，我们带来了我们支持 Category 4，那么支持这个 carry aggregation 载波聚合这样的一个技术，那么最多它能支持150兆 bit 的这样的一个下行速率的传输。那么这次我们也有演示。那么同时来讲，我们这个7450它一个特点，上周它实现了单芯片、单射频芯片来实现了一个载波聚合的一个传输。那么一般可能其他的厂商可能要2片，那我们只要1片芯片就可以解决。对，这是我们这次展会我们带来的2大业务亮点。对。今年来说有没有什么的目标这样子？我想可能第一 SLS 来讲，可能现在我们还是继续我们已经定义的产品路标啊，包括我们的8540 8580，这是我们的 LTE 的这个 modem， 同时我们的 LTE 的 modem 7400和7450，我们会继续我们的开发节奏。对 okay, 好，谢谢你。好，谢谢你，好，谢谢你，好，谢谢。 OK。